防护罩下来了吧？真会给我追上的吧？你这女人竟敢骗我！现在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用光中掌打他会不会痛？嗯，不会痛，完全不痛。好，也不用赌场了，反正就不会痛。等一下，我先站这里好了。哦，比三关还轻松更多了。好，用防护枪没有比较痛。嗯，想先补血说。啊，有风道是最好的。风罩。没成功。好，靠硬件零分上位啊。对，还是只能放他们。好，就这样。他会只放法术，他不会用那个黄金鬼爪。好。那种应该打他也不痛了，这赌他会不会麻痹打而已。没有，四八六，哦，痛！嗯，三关也打不到。发现好像不容易打中他，不是啊，那个封咒的效果。不容易中，哎，是这样吗？不确定，因为我一直试不出来，可能真的是这样吧。寒星宿啊，只要暴击的话，还是可以打到寒武杀的。但是寒星宿的暴击率有一点低啊，还蛮低的。哦，有可能是换属性归零没错，对，也有可能，那这样就不用放了。二三七，好，下面看不到，六得低，啊，根本没有啊。而且这样子的回合数一定也够。反抗的话，应该也是剧情接下去吧。加油加油！这样蛮很磨呀，超磨的。那这样会痛吗？二十八滴啊，还38，有点烂。可恶，没暴击。好，没有暴就重来。266 yes。 哦，现在才打得到，哎，43滴，虽然比分天斩还弱一点点，你要527打得到，加血刃制作的话。哇，哦，三光眼现在也是很猛的。
快！嗯，暴击，死亡三百次。可以休息了，哈姆达。你再不休息，我就要去休息了。这罐子等级升了很多。啊，没暴击。哎，给你面子嘛，这么远。给你面子嘛。哎，不是啊，紧要关头，你不给我暴击一下？哎，是的。哎，发现哈姆沙在对我打的时候，他眼睛是闭着的。你看，他一直眼睛是闭着的。然后攻击的时候，眼睛才会张开。你以为你不会捉住啊？你以为闭眼睛就是最强吗？结果第五次才成功。天哪，到底哪个神经病像我一样在那边打这个？我就觉得这样打，算是神经病的。为什么自己在那边？下位也是闭眼睛的那一种。走路才睁眼，对吧？走路才睁眼，没错。好，我们就不补血了，还是补一下吧。好，赢了。看赢了会怎么样？OK， 一样，直接进剧情，一模一样。如果你不拿两鱼玄石的话，其实这一关练了很多等级耶。好，这边都一样。好，一样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再一次挑战寒无沙成功。基本上你在上一关可以打败寒无沙，这一关也是可以打败的、啊，所以就是看你想不想做而已。好，我们下一关再杀一次寒无沙，杀三次，感觉他有点可怜。但是因为这一关要拿两仪玄石啊，所以不关本去挑战寒无沙，这个其实是比较不好，因为你的防具或是武器会少喝一件。好啊，下一关才是最重要的、啊。以前我都是在下一关22目突围吗？对，22目突围才靠上官员殷建平、夏侯乙合力把寒武沙打败。那这一次因为观众建议我要不要挑战看看，然后我们这次就在20目、21目就挑战一下寒武沙，尤其是20目啊，把妖将也同时打败了。这个实在是妖将，那个其实比较难打，说实话的。但是因为妖将的话，你只要让他麻痹，加上电射星矢，然后叶明龙的那个群那个神威天光，其实打伤害蛮高的。啊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挑战寒无沙系列的影片。好啦。